那个你还是想说他是做那个 chemical engineering 的，像你讲是啊，你是通过什么平台？啊、Facebook 啦、嗯，他加你啦，嗯、啊，他 add 你的朋友啦，啊对，你失主的耳朵，他你听觉得有问题吗？哎，他成为朋友啦，对对对，啊，过后就聊天啦，对，啊。越讲越甜。那个，他现在在那个奈德人做那个 project 嘛，说他是做一个 contract 嘛 ，contract 啊、帮人家做，帮那个 company 做那个 petroleum 啊、petroleum analyze 哦，分析了啊、还有把他的钱寄回来。进来马来西亚啊，寄回来给他母亲。马来西亚、啊、新加坡。OK， 我又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OK， 那个女的是在新加坡啊，不是你她声称在荷兰，拿着来做完了，是还讲说没有机票回，这钱寄完给女母亲，所以没有钱买机票啊。OK， 然后呢？嗯哼，就、so, 他就要求我帮忙哦。OK， 他就直接被撵了。要多少钱？他的机票要2200啊，2200新币，Euro 啊，欧币2000多，欧币，然后你的是寄给了？啊，我是寄了一半呢，就1000多。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偏安，这个女她讲所谓的女朋友。也是一定是假的，然后希望施主是可以在这个东西哦清醒，不要再接下去受骗了。所以他的 Facebook 又好，他的电脑好，全部 block 掉就好了。你把他 block 掉吧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不 block 他，他又再找回他。